abandon, freedom。我爸出门了，网吧走起。想偷去网吧？放心，咱们精心设计监控布防，几乎没有死角。洋洋想偷出门，没有可能。老哥还在沙发上睡觉，还睡着睡姿。不对，杨哥睡觉可没这么安静。杨叔，有情况。杨哥的游戏 ID 显示在线，追踪 IP 地址。西城区网吧。不像是他平时的水平啊！不好，不是本人，杨哥可能不在网吧，在家，快通知杨叔啊！就这个。你好像走漏了消息。不是我。莫说青山多障碍，风也急。如果杨叔知道的话，好兄弟。这件事不告诉杨叔好不好？二百炸，就三十。这爸，你回来了？你在干嘛？不会在藏电脑房的自制钥匙吧？爸，我没有。感觉最近都在被那小子牵着鼻子走。表哥还在沙发上睡觉。杨叔，有情况。到门口安装监控。反复求诊小队一定出了内鬼。杨叔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杨哥的手机？没错，这就是杨洋的手机，里面的东西都被删了。不过我让恢复数字已经上传了，到时候你看能否从中找出杨洋秘密基地的线索。杨叔，恢复数据的几点过来？晚上七点。我爸确实修了我的手机，删除的数据真有恢复。据说格式化也能恢复，我查证了，杨叔的确预约了恢复数据的技术人员。一旦数据恢复，咱们的聊天记录。不用担心，我也不是没有准备，按我说的去做就行。你知道什么叫当当当吗？什么当当当？当当当就是杨哥料事如神。嗯，以后我爸的怀疑对象就变成表弟了。杨哥，最近传递消息太频繁了，杨叔已经起疑了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放心，我爸疑心重，只要我们制造一个更有疑点的人，他就不会怀疑你了。那该怎么做？我把备注头像改成跟我爸一模一样，到时你老表弟给我误传消息，这样一来，不管他有意还是无意，都向我泄露了情报。你是说你无意间泄露了情报，还想拿手机来伪装证据？嗯，以后你不再是反复小队的成员了。杨叔，你留在这里等恢复数据的人上来。该我出场了，杨哥加油！妈，我爸七点有个酒局。我没喝酒，真没喝，我爸是女人，没有酒局。我真没喝。
杨姨妈，你知道什么叫当当当当当吗？当当当就是 Only you， 杨姨妈你真伟大。杨哥，你知道什么是当当当当当吗？什么当当当？当当当当当当就是 Only you。终于找到你们的秘密基地了。啊，你是怎么找的？那部手机里被我装了定位器，这引蛇出洞引的不是卧底，而是你，是你的秘密基地。我在这里等恢复数据的人上。您约的技术员不是您早就在成功了吗？谁说来的是真技术员？您是说，到时候你只要让他拿走手机就行。我是手机数据修复的。你知道什么是当当当吗？当当当就是 Only you， 大点声 Only you， 爸爸你真大，深情点 Only you。